才知影，原来一切错误是伊为着家己红腮要来甲伊毁尸的。计较，笑，我有计较，一个查甫囝，我无可能，我你几句言语，我就来啰嗦。计较，你有气魄，我拜托你啦，原谅我好无？你我看到我就要拍，你嘛叫我原谅你，想要跟我抬，我无可能。你若把我抬掉，我就死啊！啥物拢总免讲。哎呦，计较这个查甫人，奈这么啊敖扣伊？那呢，我是要安怎样嘞？在我为着家己的终身大事，心足解看，我是要如何是好啊？有咯，我有办法。计较，你莫生气，让我甲你回失的你。通我带起来地，做咱夫妻应该做起事啊！啊！你是咧讲什么？你竟然袂见笑？你目睭你有看到无？七彩庙、七尊囡仔神，伫个遮，你竟然安尼死讲，要袂起来地？啊！拜托个呀，天呀地呀，我唔敢。啊！我计较你讲。这生囡仔生伫遮，伊唔敢，拢安尼甲我看歹势，我是要安怎样？你会真好个计